叶姐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老书记最信任的人是你呀，你得跟他去谈呐。老书记知道我和周秀丽是老同学，前几天还提醒我来着。哎，叶姐，这个案子你又没有亲自去办，你只是出面调查一下嘛。那就问问吧，看他怎么说。这什么味儿啊！真难闻。哎呀，我是大小姐，你就凑合点吧。喂，老书记吗？ 休息了吗？没事。那好，那我就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吧。那个匿名举报人呢，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说举报周秀丽是得到您支持的，好像跟你很熟啊。是啊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我的一个老部下。嗯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好像没有什么印象，我的老部下。 我当领导这么多年了，我的老部下多了，我真记不起他是谁了。哎，丽丽，咱们也买两瓶水吧，我渴了。这也太贵了吧，两瓶就8块。那有什么，我请客。 我的钱包呢？老书记啊，请您一定要想方设法帮我尽快和这个举报人联系上。如果这个举报人再找您的话，也请您帮我做做他的工作。子敬，好，子敬，就这样。哎，好，这麻烦大了，小静四处找不着啊。怎么会呢？上他同学家找去啊？我打了一夜电话，就是追不到他的影子。哎，周丽丽是他的死党啊。周丽丽家哪有电话呀？ 再说他住在矿区，根本不可能在他家里。你说这个黄小静见鬼了，他能跑哪儿去呢？哎，子敬，要不我向公安机关报案？别急，你最好到矿上去，到周丽丽家找去，好不好？好吧。 喂，哟，小静啊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妈，我和周丽丽在省城呢。你跟周丽丽在省城啊？知道我在省城，您是不是很心旷神怡呀？还心旷神怡呢？别给我胡说八道了。我在帮你办案呢。帮我办案？你住嘴你！我帮助你们办案，得有办案经费吧？经费嘛。 做梦去吧你！妈，我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了，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。好，钱包被人偷了是吧？那你该是心旷神怡了吧？妈，您不担心我啊？我才不担心呢。我看你是一时半会儿还饿不死。你看，叶简就是这么不相信群众。要不？ 我再和你妈说说，算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先到省检察院去，把我妈的旗号去借点钱。好啊，走吧。嗯。哎，子敬啊，啊，我现在准备去南二矿啊。国秀啊，你别去了，小静她说在省城呢。这个黄小静她跑到省城干什么去了？她说是帮我办案去了。 看来我这个检察长该让他当了。你别操心。什么？我正好要到省检察院去汇报工作，跟我们公安局的同志们碰个头，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。他在省城什么地方？你到哪儿找他？我才不找他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丢钱包了。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他准会来找我。让他吃点小小的苦头，长点记性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 天下检查是一家，遇到困难找检察嘛。这话谁说的？我妈说的呀。丁伯伯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办公室说去。不去了，丁伯伯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我和我同学来省城旅游，我钱包丢了，200多块钱全被偷了，现在流落街头。 我想以我妈的名义借点钱，小事一桩嘛，要多少？
啊，这样吧，200够不够？丁伯伯，如果你大方点儿，能借我们300，那就更好了。好，都拿去，我是怕叶简不认这笔账啊。没问题，叶简不会执法犯法的。这次你们真不错啊，和我们检察院配合默契，处处依法办事。你看看，各个单位的阻力都很大，可是我们该拘的拘了，该补的补了。我现在代表检察院向你们表示感谢。是啊，将军、武局，咱们常山公安机关广大干警的工作态度、工作效率、工作精神，那真是没话可说的。尤其是二位领导，劳苦功高啊。哎，叶姐、张姐，我怎么听着像是给我们开追悼会啊？哎，武局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们这是对你们二位领导的工作加以肯定啊。一家人别说两家话，依法办案也是应该的。小静，这一顿就是50多块钱，也太浪费了吧。怎么叫浪费呢？不吃饱喝足怎么办呢？怕浪费就多吃。我老妈旺福饿死我，没门。哎，丽丽，我再要杯咖啡，你要不要了？不要不要，我可不要了。咖啡续杯不要钱。不要钱呐？那来一杯吧。将军、武局啊，有个情况向二位领导通报一下。名单上这三个钟楼分局的同志呢，都和513大火案有关，都涉嫌渎职犯罪，经我们院检察委员会慎重研究，已经决定立案侦查了。将军、武局，你们还得继续支持我们。继续支持，叶姐，你们检察机关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我们公安的人不是不能抓，可是你们不能这么一点不通气啊。现在我们的张检不是正和你们通气吗？这算什么通气啊？都立了案了，通气有什么用？立案也可以撤啊，只要你们拿出撤案的理由来。比如说治安科的那位赵科长，你说能不立案吗？苏阿福大富豪就在他的辖区内，大富豪涉黄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他倒好，一罚了之啊。整改措施根本没落实嘛，是吧将军？这是涉嫌受贿涉黑。行了，叶姐，你不要说具体案情啊！我再声明一下，我们公安的人不是不能抓，以前你们也抓过王小峰，不是抓了吗？我们局里也一年处理好几个，这都很正常。不正常的是你们隐瞒的严丝合缝，连一点气都不透。这不也是办案的需要吗？啊，我们要是早点把风声透露出去，就会影响你们广大的公安干警的工作情绪呀！啊，咱们彼此给点理解吧。行，叶姐，我算是服了你们了，让我们公安干警把涉案人员全抓完了，然后轮到我们自己了，你们这叫啥？叫卸磨杀驴，也太那个了吧。我们当然会有看法了。哎，你看，就是那个头上缠绷带的人。丽丽，你不会认错了吧？不会认错，他来过我家，被我撞见还不止一次呢。好，我们开始办案，走。那我就代表检察院给二位赔礼道歉了，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将军、武局，别影响我们今后的合作。别道歉，叶姐，我担当不起。哎，将军，我还有很多情况要跟你说呢。有事找武局说，我去局里还有会。叶姐，有件事情我要给你打个招呼。陈小木伤害案经由我们钟楼分局移送到你们区检察院。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这件事情，王省长把我叫到省城狠狠地训了一顿。我觉得陈小木的事情你应该过问一下，是不是退回来办个补充侦查。将军，你到底还是把这个球踢到我脚下来了。那没关系，你还可以再踢回来吗？这种小案子也许不需要我这个检察长亲自过问吧。行，叶姐，反正你看着办吧。谁？
谁是李美丽？我不认识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找我干什么？陈叔叔，到现在我还叫你一声陈叔叔，你怎么能当面说谎呢？你怎么会不认识李美丽呢？李美丽可是我妈呀，你来过我们家还不止一次呢。陈先生，你不要赖了，我们希望你回长山给周培成做个证。你们不要瞎胡闹了，我不姓陈。哎，武局啊，对扎铁柱和周培成还要继续补充证据，尤其是周培成。这一点江局和我商量过了，周培成如果一时查不清，暂不定放火。我们检委会上也是这个意见，扎铁柱还有些疑点要查。扎铁柱有什么疑点？放火是他自己承认的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翻过供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补充的。如果你们觉得有疑点，你们自己查去吧。我顺便向你们通报一下，我们公诉处的高文辉他们已经在着手调查了，希望你们配合一下，最好给下面的同志打个招呼。这招呼就不用打了吧，我们是一家人嘛，同志们会配合的。高处，审讯记录上记得不错，放火是扎铁柱主动交代的。哦，王队，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突破的契机和当时的情况？好的，那是5月14号上午8点左右，我在值班室迷糊了一会儿，看守扎铁柱的同志跑来向我报告，说他顶不住了，要交代。武局，我再跟你谈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城管委主任周秀丽匿名举报人的笔记，你们技术部门帮我们查了没有？这你们知道的，匿名举报信是写在城管委文件打印纸上的，我看是个内部的人，可是我们看不到城管委干部的笔记，你让我们技术部门怎么查？哎，你可以调城管委干部档案看嘛，每年一份的考核表大家都是要填的嘛。哼，说得轻松，这么好办的事儿，你们检察院怎么不去办呢？我们公安局有什么权利调人家城管委干部的档案？叶简，你不要把球往我脚下踢，最好找唐朝阳、林永强去，如果他们下决心办周秀丽，我们查起来也容易，如果他们不打算办，我看你啊也别太认真了。江局已经明确地跟我说了，要听省委市委的招呼，办案不能越权，我就是想配合你们，我也不敢啊，人家江局是一把手，我老五只有听喝的份儿。我说老五啊，人大主任陈汉杰同志可是一直盯着呢，他希望我们好好查一查。这个坏东西不管我爸的死活，小静，我在这里盯着，你再打电话给你妈，让你妈和长山公安局派警车来抓他。不行，我妈不相信我这个群众啊。要不你再打电话给那个丁检察长试试。哎，我打电话给我老爸王书记比较好说话。对对，让你爸跟你妈说。行，那你等着啊。好。我知道叶姐，老书记也亲自找过我，让我排除阻力把案子查一查。我就跟老书记说了，首先是不好查，再说就是把那个匿名举报人抓起来也没用，苏阿福死了，这死无对证的事儿，人家周秀丽会认账吗？这不是瞎忙活吗？哎，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，苏阿福闹火鬼的那一天，你怎么说江正流和王长工来了，还说其中有什么文章，你究竟发现了什么文章？叶姐呢，您记错了吧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哎，你在赶往南平提那个假苏阿福的时候不是给我打过手机吗？那是苏阿福闹诈尸，现在人没抓到，哪还有什么文章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话里有话。行了，我的叶姐姐，你别太敏感了，咱们还是面对现实吧。好吧，王队，
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哟，高处，你们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是不是在怀疑那个放火的结论？不是，我们这只是起诉前的例行审查。再见，王队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叶简啊，我劝你们适可而止吧，别在四面找不自在。现在骂你们的人已经不少了，我今天都想骂你们。吴局，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，我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如果放弃职责，有意无意地网开一面的话，将来就会有人办我的渎职。叶姐姐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，你怎么就不理解领导的意图呢？你想搞动乱怎么着？现在要保持政治局面的稳定，说白了就是不要四面出击，扩大办案面，把这些已经抓到的小萝卜头判了就结案。吴局，这也是你的想法吗？我的想法算什么呀？狗屁不算。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省市领导们的想法，王长工、唐朝阳、林永强他们的想法。像你这样六亲不认，人家换个检察长办这个案子，你有什么脾气啊？啊，我看你是不想当这个检察长了。吴局，别激我，这个决心我已经下定了，我宁可不当这个检察长，我也不能让谁将来办我的渎职。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，我就要守住法律这个底线。你武成义可以听领导们的招呼，我不能，我只听法律和事实的招呼。好，事儿谈完了吧？完了。我不奉陪了。老爸，情况你一定要和我妈妈说清楚，让她就相信我这一次。现在我和丽丽正盯着那个姓陈的呢，可我们担心她会继续逃窜。哎，好好好，小静，你们可不要乱来啊。知道，老爸，我们就是盯着她，她走到哪儿我们就盯到哪儿。嗯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联系啊。知道，老爸，我会随时给您打电话的。好了，再见。掉头去检察院。黄书记啊，周培成的事儿让您女儿弄清楚了？那是，我从没相信过是放火。叶姐啊，汇报的时候呢，你得给丁姐说清楚，请省检察院站出来为咱们说说话。这个起诉时间呢，绝不能定死。是啊，周培成怎么个情况还不清楚，连公安局都吃不准。扎铁柱的放火疑点，高文辉和公诉处又在查，哎，谁敢保证到时候一定能起诉？是啊，如果放火的结论被推翻的话，就更不能如期起诉了。推翻放火结论？叶姐，这种可能性有多大？我现在也说不准，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这也是我要向丁检汇报的内容。不过在发现新证据之前，我们不能松懈，我们要力争按照市委的要求尽快起诉，以免在省院和市委之间制造矛盾。啊，哎，子清啊，你女儿立大功了。竟然有这种事啊。我说这个黄小静啊，哈，所以啊，叶姐，我们要相信群众，相信党吧。你别开玩笑啊，这个情况太重要了。没想到小静这孩子还真办成大事了。你要跟静静保持联系，别让那个姓陈的溜掉啊。好。哎，我说国静啊，你马上打电话到省检察院汇报，让省检协助我们传信这个重要的人物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另外呢，你通报一下武局，让他根据新的线索马上到看守所再审周培成。好。好的，叶姐。好，张姐，我们马上重审周培成。这就对了嘛，怪不得这个周培成像个臭石头那么硬，原来他的老婆跑去跟别人睡觉啊。
有难言之隐吗？哎，好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去看守所，来，请喝水。谢谢。高处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们怀疑什么呀？这现场确实有汽油燃烧的成分。谢谢，王队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嘛。哎，高处，可别打马虎眼，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。说实话，怀疑什么？啊，王队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周培成不承认放火，更不承认现场发现的汽油是他带去的，却一再说三楼仓库里装潢材料剩余的很多。扎铁柱自己承认了是他把汽油放进仓库的，啊，这审讯记录上有啊。王队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？也许那些汽油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呢。高处，你这么推测有什么根据吗？当然有根据。你想，三楼仓库里剩余的装潢材料很多，谁也不敢保证就没有一瓶半瓶汽油留下来，你能保证吗？我觉得就这么定扎铁柱放火有些牵强。看，他果然溜了。他溜不了，我们今天就像狗皮膏药粘上他了。国秀啊，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在人民商场。哎，五分钟前来的电话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丁简啊，我是。哎，他们现在在省城的人民商场。好的好的，我马上派人去。好的。哎，好好。我是高处，这案子办到现在这一步，人证物证都有了，扎铁柱自己供认不讳，是不是？那你们还怀疑什么呢？啊，你们就不知道麻烦呐。王队，汽油燃烧的残留物是在仓库里的一堵墙后发现的，是吗？是啊，侦查记录上写着呢。装汽油的是一个1000cc 的小塑料桶。没错，技术部门的分析表明，汽油是在火势蔓延后引燃的，可这并不等于说扎铁柱就没有放火的可能。消防支队的救火人员也提供了旁证。那塑料桶上有没有扎铁柱和周培成的指纹呢？哎，没发现他们的指纹，并不代表就没有他们的指纹呐。哎，对这话我应该怎么理解呢？很好理解，这塑料桶烧的只剩下这么一点残片，指纹难以辨认。那我能看一下这个残片吗？当然了，高处，请。周培成，我们还得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反正我是冤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谈你这个冤枉。吴局长，你们搞清楚了？你说呢？啊，子京啊，孩子们不在人民商场啊？不在人民商场？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再问一下。好，你赶紧问啊。好好好。喂，国秀，有电话吗？没有啊。他们不在人民商场。这半小时没来过任何电话。再找找吧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我跟上了。二位小姐，你们这干什么去啊？办案。办案？你们办的什么案？不该打听的事儿别打。看看多少钱了，我关心的是这个。哟，都快100了。叫什么呀，我们的办案经费还够呢。哎，小静，你爸爸怎么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啊？司机叔叔，请你用你们的对讲机跟省检察院的丁检察长联系一下，报告我们的位置。什么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俩呀？你快联系吧，人命关天呢。走。
总裁，总裁，我是5618。总裁，总裁，我是5618。5月13号晚上的7点多钟，我老婆李美丽在南二矿矿门口上了公交车，大约8点半左右，他俩到大富豪边上的一出租屋和一个姓陈的男人胡搞。他没想到我会盯梢过来。这就是说你是着火以后才去的娱乐城。是啊，我突然想起来扎铁柱在那烧电焊，我就跑过去帮忙了。周培成啊，周培成啊，你说说，要面子不要里子的，把你自己搞得这么被动，也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。你呀、啊、还得庆幸自己有个好女儿。好了，这件事啊，我们还要找李美丽和那姓陈的说。今天就到这吧。嗯，司机叔叔，你赶快向丁检察长报告我们的位置。总裁，总裁，我是5618。走。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他们在红莲小区啊。在哪儿？他上去了。哎，丁简啊，找到没找到啊？哎呀，已经找到了，放心吧。姓陈的，我不怕你不承认，你的头就是那晚我爸用砖头砸的。带走。你这姑娘很能干嘛，像个小检察长。我还真小瞧她了，她一直跟我说周培成的事儿，我就没当回事儿。嗯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嘛。好。子敬同志，我们说正事。好，丁简，我向您汇报一下，这个大火案可能会有反复。周培成的情况大体已经清楚了，5月13号的晚上他不可能参与放火，扎铁柱的疑点也很多。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，他出于绝望和负罪的心理，有可能会自污。哦，那个姓陈的，省公安厅已经送过来了，你们做好询问准备。好。还有那个李美丽，要抓紧时间去询问。是啊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就这样。好。哎，江局。好。好，我正有事找你。好好好。啊，你们去办吧。是。嗯，去吧。好。好。五局啊。周培成的事情搞清楚了？是的，将军。叶子京的女儿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是叶子京的女儿还是叶子京？将军，你什么意思？叶子京还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他真小瞧了他自己女儿了。嗯，好，吴局啊，我们出去聊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子京同志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是失火而不是放火？对，丁姐，
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，是我们检察委员会大部分同志的判断分析。高文辉和公诉处的同志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调查取证，疑点越来越多。司静同志啊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把放火的结论推翻，这可是平地起风雷啊。是的，很可能会与公安机关发生矛盾冲突，也不可能在10天以内起诉了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会引起某些省市领导的不安。丁姐，也许是吧，我们一些领导同志都想息事宁人呢。子敬同志，我告诉你吧，在513事故处理领导小组会议上，长工同志说了好几遍，他的意思我是听明白了，坏人放火防不胜防，就是要替长山的干部开脱。丁姐，您一直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。是，是要实事求是办成铁案，但是在案子的定性问题上一定要慎重。如果你推翻目前放火这个结论，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。是，丁姐，这我明白。所以我们事件一定要做到慎而又慎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。不过还要有思想准备啊，要经点风雨，顶几个炸雷啊。对，你太敏感了，站不定周培成放火，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而且证明了你是正确的。现在周培成的问题也清楚了。吴局啊，你头脑简单点了，把周培成的问题搞清楚是好事，可另外的问题你想过没有？叶子京怎么对周培成这么有感情呢？把他女儿都用上了。别忘了，叶子京的老公黄国秀可是矿武集团管破产的党委书记。你的意思是说叶子京感情用事了？不会吧，我也不希望他感情用事，可又不能不保持警惕。你到底发现了什么迹象？吴局啊，这两天检察机关的同志怎么老在我们公安机关转呢？听底下的同志反映，他们对扎铁柱的放火情节查得很细，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。那也不能说明叶子京就是感情用事嘛。嗨，我看就先让他查嘛。我是这么认为。哎，傻笑什么呀？赶紧上车呀！调皮着呢，这孩子。哎，妈，我还欠丁伯伯300块钱呢。是吗？哎呦，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呢。丁伯伯300块钱，你还剩多少啊？全拿出来。你们这个家庭还挺讲原则吗？那当然，那是啊，法治家庭嘛。叶检对我时时处处依法办事。好，丁姐啊，那这是办案经费，你看看对不对？数数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你和长山的同志们多保重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好，再见。好，丁伯伯再见。再见。走了啊。王队长他们告诉我，检察院那边好像有什么动作。高文辉口口声声的例行审查，可有意无意的把话题往有利于扎铁柱的方向引。我判断他们要推翻放火结论。将军，这放火的结论它又不是咱们公安一家做的，检察院一直提前介入，补查提纲他也交给咱们了，该查的咱们也全查了，结论他们怎么能推翻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。要不我找叶子京当面谈谈，把问题摆在桌面上。算了，人家没跟我们说，我们就别问了。倒也是，
检察院他毕竟没有说把这个案子全部退回来补充侦查。吴局啊，扎铁柱的放火定性不会有问题吧？不会，这肯定没问题，他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别说那么肯定，把卷宗调来我再看看。好吧，只要你不嫌烦。走吧。周培成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周培成提供的情况完全属实，李美丽和陈某分别证实，周培成在大富豪娱乐城着火之前确实没去过娱乐城。出租屋再查一下，捉奸的时候闹得那么凶，附近一定会有人知道。这我已经安排调查了。好吧。另外那个姓陈的不要让他再溜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去吧。嗯。叶姐，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们调查到的证据和扎铁柱的口供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，突破的契机仍然没有找到，所以现在我和同志们倒是有点怀疑。怀疑什么？不要吞吞吐吐的嘛。怀疑公安局的同志对扎铁柱进行诱供。这样吧，我们再审审扎铁柱，看他本人怎么说。叶姐，这合适吗？就算扎铁柱提供了诱供线索，只怕江局他们也不会认账。再说了，如果翻过来弄成了失火，只怕省里市里都是不会答应的。省里市里为什么不答应呢？这谁不明白呀，放火只是刑事犯罪，大家的领导责任就小得多了，而失火可是重大责任事故，这上上下下都有责任，从省里到市里可能会处分一大批干部。那么他们是想用老百姓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带吗？不可能。小高，高处长，你不要把我们的一些领导想得这么灰。我看省里的领导、市里的领导，包括王长工同志，都不会这样想问题的。是，叶姐，是我多虑了。哎，老书记，不是我多虑啊，这个案子你和人大还真得睁大眼睛盯着点儿。你看，现在的事实证明，周培成与此案无关，扎铁柱啊又根本不可能放火。现在我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定了，我怀疑扎铁柱啊是屈打成招。屈打成招？你听谁说的？你们家叶姐？不，不是，是我的推测。老书记，你看啊，长工同志这么急于定放火，公安机关压力有那么大，在这种情况下搞点刑讯逼供也是情理之中的吧。别信口开河，据我了解，公安局就没实行这些非法手段。你看周培成把武成义气得都快吐血了，人家武成义也没对他进行什么非法手段了。老书记，您不觉得长工省长和市领导需要的就是一场放火吗？事实不会因为有些人的需要而改变，相信办案的同志啊。我当然相信办案的同志了，也包括我们家那位叶姐，可我不太相信现在办案的环境。我们有些干部啊眼头活得很，领导需要什么他们就可以拿出什么来。那你们家叶姐是这种为上干部？叶子京当然不会为上，可是他们可以把他拿下来吗？国兴，你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了？啊，不，那倒没有。哎呀，老书记，我是担心呢。哦，我不是担心叶子京下台，他下台才好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。我是担心错杀了一个有历史贡献的救护队长啊。你看你看，你有感情用事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这个执法环境还是很好的。哎呀，叶姐，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呢。哼，理想总还是要有的嘛。作为一个检察长，起码要有依法治国的理想。哼，我说依法治国是理想，就是承认在现实中依法治国的干扰和障碍还是不少的。你看，这不又回到现实主义了吗？嗯，哼。小高，啊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别担心，
你准备一下，我陪你去审扎铁柱，啊，把这个突破的契机和放火的事实彻底搞清楚。好，啊，嗯。老书记，你提醒得对，不能感情用事。可这份感情我还是真丢不了。老书记，我们不要光看到长山满城的高楼大厦，这高楼大厦背后的阴影还很浓重啊。当一座座城市霓虹灯闪烁，灯红酒绿时，当大量的热钱在股市汇市上涌动时，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些煤矿工人啊？记得那些为国家的今天流过血、拼过命的同志们呢？老书记，警报已经拉响了。这些话我都说过，有些人还嫌这话刺耳。老书记，您觉得唐朝阳书记是不是也需要一场放火呢？唐朝阳和王长工不是一码事，唐朝阳书记挺有原则的。